不管时间能不能被逆转，我觉得创作要被听见，只要越多人听见就觉得值得了。只要是创作人都希望自己作品被喜欢被推广，他很难一步登天，但不变的是你要先找到自己的位置，把它做到极致。好强是为了证明自己可以，再小的舞台都要去坚持去享受，你就是你音乐的主题。专心努力把属于你的音乐创作到最好，它可能还没成功，但是走过的痕迹不会让你有任何遗憾。唱出你的不一样，创作最真实的自己。我是艾怡良，第十届 HOT 原创音乐大赛等你，一起将热情释放。